喂，老板，你还没起来吗？我已经在楼下等你半天了。你已经在公司了。所以，根据区域的不同，玻璃的颜色也会不同。除了外观具有童话感之外，通过玻璃的折射，也会让这些区域的功能性区分得更加明显。无论是晴天、阴天还是雨天，都会呈现不同的效果。不过，这个玻璃必须拿到我们这边来确认颜色和材料才可以，这样施工方才能工作。程东，哎，这个事儿交给你了。好的。车子来了，谁让你进来的？不是你让我给大家买点吃的吗？你觉得这个时候进来合适吗？不好意思啊，那我现在拿出去。怎么回事？不知道啊，顾总好像变回了最初的顾总，这个顾总也许才是真的顾总。你说什么绕口令啊？你不懂。还有啊，这个方案我不是特别满意，这谁做的？话对你说，怎么了？想说什么？你最近对我的态度。你冷落我，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喜欢我。这些加起来，你要跟我道歉。你为什么突然会这样？有什么事情，你可以告诉我。就算我不能帮你，但至少我可以跟你一起面对啊。这些天你都避着我。就连补课你也躲得远远的。我习惯一个人了，家里多一个人了，我觉得不太方便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说喜欢我的是你，把我推开的也是你。顾川，我很简单啊，你可以不喜欢我，你也可以否定我存在的价值，但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呢。你对我这么招之即来挥之即去，你不觉得过分吗？你是不是想跟我分手？那你就告诉我啊！我本来已经觉得我是最倒霉的，但直到遇见你，我才觉得我之前的倒霉都是为了换来你这个人生大奖。我最近事情太多了。那你可以给我一个能说服我的理由吗？我知道你事情很多，你也有很多工作要处理，但是你答应过我，你要对我好好的。是，我答应过你。不要放弃我。
不要把我推开好不好？心有灵犀的人，今晚徐总和妍妍姐约了一起看超级月亮，一起去吧。